个字写的话，你可以说啊，这个你提醒你练的话，你可以这边上去，看这边来一个牵丝，可以了啊，然后这一点可以放这边，啊就可以了。丝，你看你写的那个。如果你的握笔可以的话，你的笔如果要细，当然没有问题啦。就你中锋组，啊，如果你没有办法的话，那你就不需要去练球。因为我们写习惯了嘛，哦。你看，如果你写了这个啊，你假设你没有签字，你直接写这个的话，假设你有一个距离的话，哎，哇，好，OK 啊，行啊。好，如果你看啊，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这样的话，它就比较这个字就比较斜了。如果你开始写的时候，你把它你。有一点调整的话，它就不大会出问题了哦。当然，如果你这两个很密的话，你这个斜一点，这个短短，那完全没有问题哦。所以是要斜还是要比较斜的？平，比较平，你比较平。你平一点的话，你就不会犯错，哦，因为是不是？这个很斜。对对对，当然以后如果你斜得很纯熟啊，你要斜一点没有问题。可是我们说，现在我们练的时候，哦，以这种原则来练呢，是比较好的哈。这个谁呢？他中的话，你就跟他中了哦。谁？学，哦，这个你看，这个纸啊，不要太小，2468，我省掉，哦，三，学三嘛，哦。你看，我们说你要可以强调这个啊，加，这个不要超过它。啊，这个是啊，比较好一点啊。不要拉得太紧，然后这边厚，你看你要拉高，OK，啊。你看这个哦，没有小动作。有点像三点水哦，这个厚啊，它可以一个样品，三那个什么。双人旁，双人旁可以讲，好，双人旁可以讲，是说可以像那个有三点水的，写的不好，不那是变三三点点水的，不是三点水，它不是三点这个水，一边哦，这个直直下，它不是三点，它不是，啊，它不是，哦，它不是，它是这边一点一竖啊，是一点，一竖。就是啊，就好像这个德尔摩米字都是这样写吗？好，这个也是三点水，也是，就是很乱。啊，因为三点水可以这样，也可以这样，也可以这样，
哦，都 OK。可是这个它就是讲的双人旁，双人旁也可以讲 OK。哦，跟那个道德者的德在那个圣教序里面，它是讲这样子啊，让它宽一点。所以可以的。嗯，谢喽。喂。好。芝芝，你看啊，这边这个啊，不像这个，它有这个可以比，这个没有的比，这个不是说不一定要这边，因为这个是竖笔嘛，你们知道？好像这个啊，你可以说要对齐，这没得讲哦，没讲。当然你这个是竖的。啊，可是你写的时候，你大概这样啊，要对称，啊，不要它太过了啊，就可以了。喂，文，文，可以长一点啊，喂，文，鸟。这边他拉得很远，那你就跟了。好，哦，像。像。没办法，写这边那就算了。是老师用笔字。啊。不过你看，这种都是用笔，都是很坚决的。走就走了，啊，不要迟疑。哦，这个来的话，可能不可以写太长啊。到这边玩啊，来，不。好，啊，这边堵住。见，开始讲啊，两个，好啊，好，向来不见花，衣冠，衣这边直接讲。你要这个拉一点，拉细，啊，这个细不容易啊，啊，很细，有点，啊，那细不容易，能够做到就做不到，啊，算了，啊，零，零。这边过来，啊，行，你看，如果你觉得这边啊还可以的话，那你写在这边，啊，这个定写的，这边拉够一点。好，那个比例要差不多了。嗯。那个，哎呀，这个有点。火什么？火。H 九 O。火。第四声。火啊！每次忘记怎么念这个字。这个呢？啊，这边出现了一个马路啊，注意那个马路在哪里？这样你写的时候啊，你就注意两个马路在一起。这有那个落款的顶。
啊，不太多马路也不好。好，那个马路也要小心。可以耐多久的、啊？哦，我这个没两个月。啊！我刚开的嘛，新的嘛。可能每天写。这个你看，好、哦，这个交叉，不要离太远，好、哦，路写小一点。这边拉下来，好 ，OK， 这边写的比较密，密啊，因为我这边写的时候，这边多少？126、126、130，嗯，对，密一点，风尘，尘，啊，这个尘可以写。大一点，长一点，长一点。好、哦，那如果觉得不过其实这边都已经堵住了，那不十分，不很要紧了。好、哦，不是说很。这个屏呢，就不要写太小，因为它连在一起啊。要不要调整到歪一边？要。好，你看，会比较好一点，还是小了一点。这边啊，你看，我们刚才是讲这边是吧？嗯。啊 ，lucky 了，等于对，所以是可以从这边开始。这是比别人更差。啊，对，是因为那边等着，这边也可以再顶一次。好、啊，你看、啊，如果这边啊没有地方的话，这样就够了。如果有地方就是可以写诗一首，不需要。如果有地方没有地方就不要了。啊，这个。你们呢、啊，在家写的时候啊，如果你本来应该说你准备那个厕所纸啊。就你写一发现这个重是吗？一个啦，就是准备一下，这样就不会出现。不然的话，它会你看，因为它里面啊，对，它太多水啊，对，啊，
这样的话，你看这个。